万隆联邦内部已经不再安全，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人。你叫唐龙？星零小姐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边，符合逻辑吗？系统小姐姐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陪玩啊，陪你解决各种问题。唐龙，你会死的。陪你一起抓坏蛋，让我再试试。陪你一起改变世界。